是啊。有过什么样的好玩的故事？他好玩，就是他是一个跟我以前演的角色不一样。他是一个妖嘛，我那么多年比较是妖，所以在设计上面比较细腻，造型也非常好，怪好的，对吧？是第一次看那个妖的造型有效果？还没看到，有没有觉得这个造型？哎，华叔第一年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不知道，造型出来之后，我看看怎么样。他要跟那个谁，然后就看起来，他比较，他跟一般我以前玩的，因为他不光是控制感，他。出来之后还有一些好像音调上面，然后稍微去调整一下音调，然后在特技上面加上一些，就是加上前面没讲的。他好像还是有剧情，他是现代剧，但是他就是有可能是造型的。那演起来会是压力吗？压力，你不习惯，不要碰到。我也没有压力，因为穿的都是一样。但是您在演这么久，好像什么角色都演过了。不是不是，就好像，好像你说，哎，你现在几十岁了，什么爱情问题？现在没有什么不一样吧？当然不一样了，你们就不一样，跟。什么人谈恋爱？跟年轻人，是吧？所以你现在处理一个角色，跟之前年轻人处理一个角色，所以情人节怎么过？情人节就在待在家里吧，没有情人。所以接下来你觉得说，因为好像之前看一些报道说，像戏也蛮多了，有想。退休，他退休是一个梦想，梦想是不能达成，不达成你的梦想。你想是这样想，但是兴趣还是有。就看缘分了。有没有什么角色你觉得一直很想很好，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？一般就是。有戏找我照，然后我就开始。所以这个剧本拿到之后，到你开始拍的时候，工作传过？有，当然有了。然后我跟刘兆明谈一下，因为看戏都有一下。然后在造型上设计一下，因为它是很现代剧，现代剧又要有那个扮演。然后他又是一个妖，他又不是男，又不是女，然后在演出上面又要跟我以前的角色不一样，又要跟其他的那些老师、人啊、鬼子啊都不一样，所以在穿着上面，对。好。